者唔出声，学生唔出声，其他嘅人咪真系有些少依赖我哋，即系我哋系行先一啲。如果我哋都退缩咧，就好唔好彩啦。我相信整体社会即系肯定会唔进步。咁我就希望咧，大学嘅各大学嘅校长咧，能够保证一就系给予学生、给予教员最高度嘅协助。你唔能够当佔中未曾出現過，或者將會唔出現，我諗呢個係假設唔啱嘅，已經係出現咗啦。二就係絕對唔應該做一啲小人嘅行為，秋後算帳。多謝各位。唔該曬，下一位請陸傑玲。大家好。咁咧我想喺呢度提出嚟咧，就話作為一個學者啦，作為一個老師，即係我哋去想帶出一個咧，去理解呢件事情嘅發生，即係所謂公民抗命。